北门上特色的正阳卡盐餐竟然出现在北门国小的校园内面，这是因为学校结合了校本课程特别打造的，让学生透过实际体验更加了解家乡的产业文化。小型的正阳卡盐田驻立在我们学校的校园里面，那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孩子去体验一下，在我们北门区最有名的一个观夕阳最美的地方就是正阳卡盐田。那金仔角的盐田是一个瓦盘盐田，它是全国第一个非常非常很有历史的一个盐田。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海洋教育的题材，比如说对在地的一些，我们这边有水晶教堂，还有一个北门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盐文化工厂，还有我们在地文化的南昆森的庙宇，很多很多的文化，还有在地的一个赏鸟，很多很多的一个生态的教育，都是在我们不同的课程里面呈现。学校除了盐田之外，四界也都可以看到跟海洋相关的作品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培养学生爱乡爱土的情怀。实地的参访，或者是他们自己走出我们的家乡在地去探查，那都有很多很多的地点跟一些景观可以让大家来欣赏。那欢迎大家有机会就来北门国小走一走，看一看我们呈现的海洋教育的成果，也让我们的孩子来当一个小小导览员。为了更够滨海的是学校，北门国小规划多元丰富的课程，强调学术性参与以及体验学习，对着当中来学，也可以对自己成长的所在更加了解。咱台新闻台的北门采访报道。